7月25日，有媒体报道，女星陈嘉宝官宣第三胎，三年抱三个孩子，连她自己都感到惊喜，粉丝们纷纷送上祝福。她也在网上发文感叹生命很奇妙，原以为自己会晚婚晚育，没想到22岁遇见了初恋，然后她就开始了不停怀孕生孩子，肚子没有休息。她也表示三个孩子已经足够多了，生完这个决心封肚。据悉，她在22岁遇见大8岁的富二代老公，相伴至今已经8年了。两人在2017年8月登记，12月举办百万豪华婚礼。陈嘉宝曾表示要以事业为重，然而两人结婚仅半年就怀孕，2019年生下第一个女儿后不久又悄悄怀上第二胎，这三年来她也一直处于生了又怀，怀了再生的状态。不过今年4月，她签约古天乐与 Angelababy 旗下公司时，曾表示好想复出拍戏，什么类型都可以，希望她可以安稳生下孩子，好好休息，早日带来新作品。